这个是一个罩杯、哦、然后你可以随时把它拿掉，它是用磁铁的，用磁铁吸着它就吸进去了，拿就拿起来。那最主要就是这一片，这片是 KN95 的一个棉片，比 N95 的等级更高一点。然后目前我们在纺织研究所检验出来报告，我们是 99.99%、哦、目前是过滤性是最高的一个 棉片。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差不多5天吧，5天到一个礼拜你可以把它换掉，把这片换掉就好。那各位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里面是有个小台的一个抽风的一个电风扇，你只要一戴上它自动就会启动这个扣环，它就会吸，把空气吸到哪里，吸到这里面，这个地方。那目前我们这个口罩是我们称为叫等离子空气清新机，它目前就是在已经出来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们是把空气清新机，就是负离子空气清新机，把它缩小到全世界现在目前这么小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想在这次里面我们也贡献出我们一份企业界该做的一个心力，就是我们也捐赠给张廖万间立法委员，捐给他们100台，然后也给台中市市议员罗廷伟也给他们100台，希望他们能送给最需要的人。